哎，志工黑粉的见面会月八季的票已经开卖了，我们卖票的时间会到我们的11月30日的23:59，各位还没买票的赶快来抢，而且各位买到票记得要去结账，结完账才是真正的买到票，不然的话2年后会自动取消你们的原本抢到的票，就很可惜。那我们见面会的时间是在我们的2020年的1月12日星期日，各位一定要来哦。各位观众大家好，所以欢迎来到第一届鬼面之刃菜名大赛。你什么时候按开始录的、啊？刚刚。耶、yeah! ！我是凯洛，我是阿纪，我是练柱，练才的练。所以你今天搞这样一套，就只为了讲我是练柱？没有，因为我没有出过啦。然后我觉得他今天要做的主题是鬼面啊，就穿鬼杀队的制服。合理合理。那其实还蛮帅，你们看他背后其实是有那个面的灭字。他就那一个就是会在那个什么那个宅邸里面，然后去帮忙，就是可能医疗的人员啊，没有名字，他是影，他是影，对。那后面应该是影，不是灭了，差不多差不多，对，没错。那今天就邀请了三位，那三位的话，是不是都是动画的？没有啊，看漫画，没有看漫画，你有看漫画？我错估了，我想要再拍下一次是进阶题，然后我原本想说下一次用漫画档，结果你们都是漫画档哦哦，所以说漫画档就不能用第二次，也是可以啦。第一问比较难的问题，到时候就是对，没错，今天问的问题都很基础，今天基础篇。那也跟各位想说，就是如果喜欢这个系列的话，记得按喜欢，然后订阅订起来，才会有下一集。好啦，那今天的问题都蛮基础的。OK， 那事不宜迟，我们就赶快开始。干，我知道他是谁，可是我不知道我忘记名字了。洛基，他是那个蜘蛛马丁妈妈嘛？妈妈，妈妈，要讲名字吗？妈妈，妈妈可以吗？妈妈可以。可是刚刚第二个是我按的，可是你有抢吗？妈妈是我先出来的吧？啊，应该算是凯洛，因为凯洛比较早按。谢谢谢凯洛一分。耶、yeah, ，看正我记得他其实蛮正的，香，对，很香，好棒啊！再来第二题。这是莎莎啊。那个露露说的不是，你没有，我要第二了。卡莲嘛，三二一，他没有，我先。等一下，没有没有。我现在太久了，他想太久了。我请吐。给阿静。潘志兰的那个就是师兄，他连名字都说不出来。请吐。我忘记了，谁先？你们不能同时讲，对。我先。阿静先。他眼睛这么明显，他是谁啊？可是我这样，他这一幕就是他的面具被砍掉那一时候。不是你们讲我眼睛，我这边才发现有眼睛哎！对，Hold on。哎，如果只看额头跟下面那块，看起来是像神威的，有点像。我说炭治郎的师兄不行吗？不行，不行。刚刚妈妈都可以这个，他名字师兄太多了。好，我可以问总共有几题吗？20。哇，再来。记得按了才能回答。这谁？为什么你可以？你可以答出来啊？我让给那个，我目前按一下好了。你忘了他是那个？对，他名字我想不起来，所以我先。我知道是谁，我知道是谁，可是我想不起来，他有名字吗？师傅。第三个没有，不行，你要轮到你才能讲。你不能查，超强。我靠！我知道，是那个老师，什么龙门？不是，好，结束，好，我打了。黑羽知道，他叫龙影，对不对？不是龙影吗？龙影师父。玲珑，玲珑，我干，都错，全部下去。我刚刚有啊，你还没轮到我讲啊。凯罗不算。后面还有谁叫什么？玲珑什么？所以没人要猜吗？没有就没猜中。我忘了。太难了啊！我记错，我记得龙鳞。不要考名字，好难哦。来一点简单的，来哦。哈哈，等一下，我想一下，看我放弃。蝴蝶香奈会，对。干，我真的记不起来，我要记全名太难了吧。蝴蝶香奈会，蝴蝶香奈会，你记不起来？可以不用记全名，可是我觉得名要，姓不用。屁嘞，就同一个人了。我要记起来，关我屁事啊！来，再来。看你记得名字，记得名字，姓，我也不记。我知道他是谁，但是我完全忘记名字啊。那个谁，岩柱啊，就是岩柱啊。然后嘞，我忘记名字了，这名字最难记。小次郎没有了，武藏没有，沙豆西我忘记了，没有人要猜吗？我忘记了，真的忘记了。
我觉得《鬼灭之刃》里面就是名字最难记的，對對對名字取得很长。那我只是一个是悲，悲什么名的？悲鸣先，他前面叫悲鸣，是悲鸣什么？悲鸣什么？悲鸣东西，对，悲鸣雨，对不对？悲鸣雨。哎、欸，还有啊，悲鸣星云。你有查资料吗？哦，有我查，那他不算，说我的，谢谢。有对三个字，我觉得可以、啊。完蛋了，完蛋了，完全。你要问你们对三个字。干他刚查答案，你靠没？我觉得，我觉得黑鱼岭的提示，所以不能算分。我跟你讲一下，会被骂。黑鱼岭的提示啊，但我们大家都可以提示。大家不行，大家都不行。好，来下一题，这题不算。我看看不到。朱氏小姐。对。哦，好快哦，这个有，这个有。朱氏小姐有，我还蛮喜欢朱氏小姐的，她有一种冰山美人的风格。好，来。请问你是伊黑小八呢？对，我靠，这样你也可以啊！蛇柱是不是？对，伊黑是吧？小八呢？小八呢？干、欸，他妈记得起来，我还做错工小次郎呢。而且你也知道，是这张图，他也猜得出来。对、啊，没有，其实蛮明显的，他的刀跟他的刀跟他的点，因为是漫画版的图啊，这不是动画版的图。对啊。来第八题，我知道是谁了啊，那个啊。干哥，我想不起他的名字。又一个干，他是那个谁的弟弟？搞不好还妹妹啊。不死川玄米。对。啊，对，他是不死川的。啊啊、你那种开无双啊，我们三个更没资格坐在你旁边。哇、啊，好，来下一个。我叫他豆田。迈克尔·杰克逊。说错了，他没有回来啊，玄米。不要，我一定要这样叫他，他就是迈克尔·杰克逊。花子，花子，鬼是义无惨的。鬼畜无惨，他有五个字，有五个字吗？哎、無慘我都只记无惨而已，完蛋了。哎呀，差鬼舞，鬼舞什么？那个念夜吗？鬼舞夜舞惨。我有猜啊。我们都叫他老板、啊。我在猜啊。哎、欸，看看看。谢谢，谢谢你帮忙。来讲啊讲啊。非常讲火柱了是不是？来讲谁？哦，我念不出来，怕死。给你讲。炼狱新手了。啊，谁？炼狱七兽狼。我们从现在规定好了，讲他绰号可以。不要了，没有我觉得要平衡一下大家的分数。刚好十题啊，刚好十，但后面十题给你们开放可以用绰号。绰号也可以。好哦。Michael Jackson 真的不行了呀。有人喊，但是没有。我都没有起来。他可以，他先拿对号。好，那我先。他是那个吗？那个？我知道全名。我知道全名。凯洛帕斯。好，帕斯。那个雨随天缘、啊，对啦，银柱，他是什么柱？银、柱最华丽的那个鬼杀队的柱，他已经在漫画很久以前出现了。哦，这在花街之前，因为他很前面，对不 对？花街那一段，然后我都没看动画，真的。他是好，这个很简单、欸，银柱，不对不对，银柱来啊，我是，不是，是我妻，善意。不是我七上一吗？我七上一是名著啊，因为是雷柱啊，他雷之呼吸法的名著啊。没有，他不是柱，他是雷之呼吸法。哎呦，可我刚刚还是有把名字讲出来。没有讲什么？哦，我七上一啊。没有，因为是黑羽先讲。这样不算了，因为你答错了。他抢你，因为你答错了。来，再来。哦，哪里啊？看我他是那个，他是那个净兔的伙伴。他的名字，我有真的有点忘了，一定是两真菇还是真狐？真狐或真菇？哦，所以你知道，我知道，我知道。干，你怎么都记得？好猛啊！这两个人记得蛮擅长记名字了，你知道吗？对啊。下一题。香奈，干蝴蝶忍。对。干啊！干，这样你也可以猜香奈。头发啦，干头发颜色。长得好像，我们看到头发就应该知道他的名字，好像跟李治是很像。好，下一题。这什么东西？海贼王啊？为什么你看得出来啊？汉字了，澳门汉字了。不要用他下面的水啊！他看到水了、啊，我刚看到水，我刚想说《海贼王》何之火，有危险危险。好，来下一题。哦，这个是漫画了。这我真的忘了，我知道他是谁，我大概知道。啊，小姐的地址。嗯。干，可是他叫什么？寿司郎。死郎对。死郎哦，好，算这题不算分哈，因为我答错，我不是兽，死狼对，是御史狼，御史狼，靠背，这部真的是有史以来算全体难记名字的那个一部作品。下一题，哈哈，
没关系，给你好了，因为我前面有答蛮多的。可是我刚刚在思考，我会不会讲他是蜘蛛，他是夏玄，夏玄我当下一个，对，所以他叫什么？因为他的眼睛是五，哎，他的名字比夏玄武还短哎。我觉得我应该参加之前先看个漫画。今天考全部都是人名哎，我把剧情全部翻里面，我有没有问剧情里面的东西？抱歉，并没有，觉得很痛苦。再来，等一下我看不到。有胸部，但只有奶。练住。耶！甘露寺秘籍啊，他出两个两个字跟奶，没错，两个字跟胸部，而且还在害羞脸。行，我有拍过这支片。这个胸部我看过。看不到。好，我先，他是樱井樱井孝宏，我知道是谁，我知道，我知道，我是二，我是补的，我是三，我三。你知道名字吗？风刚。不对，山峰，山峰刚刚刚好，知道知道，给我们了。樱井孝宏，好啊，富冈义勇，富冈义勇。你跟你说，福德刚毅，你知道？天大，我开始前才在玩那个梗。福德刚毅用，最后一题嘞。来，最后一题，看不到，没有图啊。Nisco，我看到下面那个，我看到下面加额头。大家大概有花三秒认出来他的袖子那个部分。好，我已经看到最后一名的样子是什么了。来，从阿金这边过来哦。好，4814。因为我们并列，好烂啊！不是，就算我也没什么要辩驳的。而且他没考剧情，我觉得真的是要认真看动画，然后把名字看细，要用背的。名字真的是超难的。这样还算基础吗？我觉得算基础啦，因为我觉得其实很基础啊。我们看了每一题，其实我们都知道是谁，但是我不知道他的名字。完了，我觉得我等下那个底下留言都会骂我是假粉、跟风粉。不会啊，不会，我觉得名字这个作品的名字真的难记，是真的不好记，真的不好记。你看海贼王、鲁夫、娜美啊，多两个字，就日本名字太长。对，好啊，那这一届很精彩，没想到哈子苗这么强，真低调，真低调。以后要把你那分数除二才能跟我们比。那这样他跟我们同，这样就同分啊。耶、yeah ！好，那今天非常感谢三位，谢谢，谢谢。希望各位喜欢这一次的《鬼灭之刃》猜谜。那下一次的话，就会再出更进阶一点了。然后在下下一届可能会出个问答题之类的，或者是会有选项的那一种，就是凯洛期待的。好了，那非常感谢大家。那如果喜欢这影片的话，欢迎在下方点喜欢，可以订阅阿健的频道、哈子喵频道、凯洛频道，还有。这个频道，然后按我们喜欢，追踪我们 FB， 按照我们粉丝团，追踪我们 Instagram， 那我们就下部影片见，拜拜，拜拜。